不过屌，我哋唔好再讲啲，讲正经嘅嘢。哦，好，我哋讲正经嘢。今日就其实有好多题目嘅，不过但今日主要就唔讲北韩啦，哎呀，唔讲咩中国内部嗰啲问题啦。即系你知中国最近有单好大嘢啊嘛，郭文贵嗰单嘢，又话咩？即系当然我唔知真定假啦，又话咩霸王旗衫，唔知点点点咁样，跟住就话可能要拉佢落马咁啊。啊，拉佢落马？系啊。就啲料勁到可以足以拉佢落馬嘅，就話咩？因為嗰個人係一中國正式係咩國際通緝佢，佢喺美國啊嘛，跟住佢又上美國嘅咩美國私音度接受採訪，跟住嗰段採訪咧，好似係中間一橛俾人 cut 咗嘅，就可能美國私音都覺得太大鑊啦，點解影響中美關係都唔出得街。不过呢啲就唔好理我，估即系十九大之前肯定我喺多呢啲屌閪嘢，可能呢個爆嗰個大鑊，嗰個爆呢個大鑊。依家即系作为一个普通人嘅态度咧，整紧去养子弹飞。喂，如果即系咁搞去啦，中国政局咧会好閪混乱噶、哦。唔系，咁每一次权力交替都系咁噶啦。即系中国唔系话共产党上台以嚟，系中国历朝历代每一次权力交替都系腥风血雨啊。
喂，但係咁樣搞好似有啲誇張喎、啊。好誇張咩？好誇張啫嘛。其實依家變到去，因為咧以前權力交替咧，唔會搞到最大粒嗰班友噶嘛。唔係，你睇下講幾時啫？不如以前毛澤東時代咁啊，國家主席都鬥佢啊，係嘛？邊個唔鬥啊？佢老婆唔鬥咯，係嘛？毛澤東係傻就冇得講噶啦。唔係，就算佢阿邊個鄧小平年代，鄧小平咪就低華國鋒咯？華國鋒夠大名，名義上佢最大噶嘛。啊！跟後嚟又就低埋趙紫陽同嗰個咩胡耀邦咯。哦、啊！咁但係當然到佢後期鄧小平之後到佢死為止，冇人夠佢就穩定咗好多。係啊，因為佢實在太勁啊嘛。咪其實咪就、啊、最近咧聽開個節目就講呢個唐朝嘅元武門之變啊嘛。啊！我先知原來元武門即係成日真係好巧喎，又發生喺6月4日喎，即係當日農曆6月4日啦。啊！咁其实道理都一样嘅，咁因为即系当时你李渊想捧你个大仔叫李建成系嘛做皇帝，但问题佢并冇呢能力啊嘛。毛泽东想捧华国锋做皇帝，但华国锋并冇呢能力噶嘛。咁有个好閪劲嘅李世民喺度，咁啊嚼低佢咯，咪、叫佢翻屋企瞓觉咯。咁除咗逻辑啫嘛。但如果一旦李世民坐正咗，就算邓小平坐正，就好閪稳定噶啦嘛。全世界冇人够佢劲啦。咁但係佢瓜柴之後，咁你睇下佢李世民啲仔呀都係爭位㗎嘛，都係有幾個俾人貶為平民㗎嘛。跟住後嚟咪唯有捧咗細仔唐高宗，跟住唐高宗咁最後咪搞咗武則天出嚟囉。因為你都壓唔住呀，你唔係李世民㗎嘛。中國嘅政治就係咁啦。咁但係呢我哋一唔係講中國政治，講法國政治。法國仲係正，覺得真係屌你老母。你今日發咗俾我睇咗就係、是。唔係因為我幾個柱圖我其實睇得唔係好清楚。因為我部手機好閪細咁樣。你部咩手機？我部 iPhone 6嚟咗，普通 4.7 寸咗。我都係呀。我就講即係嗰幾係咩嘢嚟㗎啦。首先第一張圖呢就是法國總統的第一輪選舉結果嚟嘅，因為咧法國總統咧就永遠都是兩輪嘅，即係除非你第一輪已經有一條友跑出嚟51%以上的得票，但係冇可能嘅。法國好似歷年都未試過有咁閪勁嘅總統嘅，即係唔知戴高樂嗰時有冇啦。咁第二張圖咧就係成個歐盟嘅 GDP 嘅分布啊，咁你睇到 GDP 分布我啊實時睇啦，歐洲第三大經濟體啊，法國係唔係第二大？因為英國已經走閪咗，英國已經脱咗歐。咁其实你睇呢个图嚟嘅，你都睇到啊。德国占百分之20%，英国占百分之17%，法国占百分之14%。其实英国同法国人口系基本上一模一样嘅，都系6600万，即系6600几十万嗰个差别就要几十万嘅啫。虽然差好鬼少啊，但系问题英国系占百分之17%，法国只系占百分之14%。即系当然呢个就系即系折算翻啊，英国攞英镑折算就可能着数啲啦。我唔知系咪呢个原因。咁第三张图咧，其实就最閪重要嗰张图嚟嘅，就系、是、咧。即系你之前咪讲过，你以前有份工咧，话咩号称就月薪10000，跟住你到手就7000系嘛？啊，系咪你讲我唔记得？总之好似网上一般正常10000，月收10000嘅话，到手系8000。嗱，就假设当10000蚊计啦，7600啦，7000几啦。嗱，你号称月收10000，到手7600。咁但係你作為你嘅雇主係付出超過10000㗎嘛，加你啲屌閪金可能要加到13000-14000㗎嘛。咁、第三張圖呢就係、是、講呢個邏輯嘅，即係最右邊嗰個巴就係雇主要畀嘅錢，個總量就係雇主要畀嘅錢、最左手邊嗰條線即係就係、是、你每一個雇員到手嘅錢，咁你睇下法國咧，係最閪柒鳩離譜啊！屌你老母，僱主俾好柒多錢，你僱員先得好閪少錢。唔係，即係 employer social security。唔係，因為佢入邊嗰啲顏色咧，就包含咗啲咩咧？就包含咗僱員要俾嘅社會福利啦，僱主要俾嘅社會福利啦，仲有個人所得税啦。咁佢好似嗱法國咁樣，因為講平均嚟講係啊，法國咧平均嘅工資係大概唔夠45000歐羅一年，要出45000到你手咧，個僱主要俾成110000嘅冚家產，100000几啦，唔夠11000。你諗下，中間有50000几部閪作，無閪離譜。喂，可能因為太多尼比亞啲難民入嚟。嚟呢个咧，尼比亚难民啊！其实呢个咧，政府都系真系好閪多人要养。唔系咁，但问题成个欧盟唔系得你法国有难民啊嘛？德国唔多难民咩？唔系，瑞典唔多难民咩？唔系话难民啊，系话佢咁咪嗰啲殖民地嗰啲閪人啊嘛。但呢个都系唔合理嘅，法国都系6000几万人啫嘛，英国有6000几万人，英国都好多黑人嘅咩？英国啲黑鬼应该唔够法国啲尼比亚人多咯。我之前咧咪讲过喺年初嘅时候讲过话，瑞士系即系作为每一个人嚟讲咧，收入最閪爽。
個瑞士，你睇瑞士嗰個就好閪明顯噶啦。佢袋到入袋咧係接近60,000 euro嘅，但問題是你僱主要出嘅咧都係出70,000几嘅啫，你明唔明啊？即係僱主請人嘅成本先70,000几，到你手就60,000几。法國咧僱主請人成本100,000几，到你手得40,000几。所以法國呢一套制度其實係好閪有問題嘅。跟住如果你碌到去下一張圖咧，就係嗰個叫做納税同埋收入比應該講係僱主俾錢同埋到你手嘅比例，即係頭先咁講啦，係嘛？如果僱主俾13,000到你手得7,000，咁個比例咪即50%左右咯。咁瑞士咧就最閪勁啦，70%-80%嘅接近。跟住法國，我揾下法國啊，法國係40%几啫，43%左右咯，我估係僅僅好過意大利、希臘同埋比利時嘅，即係呢啲就係屬於啲主體成國。比利時仲好啲啦，其他啲就真係可以斬啊！意大利同埋希臘嗰啲嗱，咁點解呢啲數據咁重要呢？就帶出嚟下一屆嘅法國總統啦，即係而家已經係60-70%噶啦，即係除非有啲咩變故。因為我先未講完啦，法國總統玩法咧就係第一輪投完票之後，最多得票嗰兩個人就進入第二輪。咁第二輪得兩個人啫嘛，係嘛？肯定有一個51%，即係超過50%嘅。咁就嗰個做總統㗎喇。咁依家走出嚟嗰兩個呢就係、是、一個呢就係、是、因為其實以前法國呢就同西方所有國家一樣嘅，都係有好似美國嘅民主黨、共和黨或者英國嘅工黨同保守黨嘅，都係中間偏左嘅黨同埋中間偏右嘅黨。咁但係呢呢次法國走出嚟嗰兩個呢都唔係中間偏左同中間偏右，而係一個新建立黨，即係新創立嘅黨嘅黨魁，同埋一個係佢老豆創立呢個黨嘅已經40几年㗎喇，一個極右嘅National Fund 啦，嗰個叫有啲人翻成國家陣線，有啲翻成國民陣線啦。跟住另外一個仲喺正啦，話咗叫前進，仲要加感嘆號嘛，前進感嘆號黨。咁咧呢個咧，即係我覺得中國可以抽水啊！話啦，屌你冇法國佬要抄我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係嘛？我哋前進，前進，前進。呢個黨係2016年4月先創立嘅，屌你冇！2016年咯，上年呢個時候創立噶。是啊，跑跑他用極短的時間，因為當然他都有少少好彩的，因為以前傳統來講不就說中間偏左或中間偏右的，那開始的時候那肯定是個個都諗住屌你老母，你現任總統肯定是尋求連任啦，是不是？但是呢因為現任總統實在太廢了，仲廢過奧巴馬，所以呢他都不好意思出去尋求連任，因為他支持率實在太低，不知道 5% 還是幾%我搞不清楚。跟住呢那么屌咁柒就啦，我就唔連任啦，咁黨度推另外一個人出去啦，依家現任嗰荷蘭特社會黨嘛，中間偏左啊嘛，跟住呢就個中間偏右嘅友呢，即係以前嗰個薩爾科齊嘅，那個佢開始想出嚟選嘅，但係後嚟就俾另外一個中間偏右另外一個更加勁嘅人抽低咗啦。但問題更加勁嘅呢友呢有個醜聞喎，就話佢曾經係利用，因為佢以前可能都擔任過啲公職嘅，咁你知做得公職嗰啲，譬如我亂啦，譬如你做咩交通部部長嘅，咁你可以有權請人㗎嘛。咁你冚家產呢就唔係即係請啲應該要請嘅人，就請你自己老婆仔女返嚟就出糧俾佢。佢就咁啦。佢就唔知請咗個老婆嚟請個女就好閪多糧俾佢。咁佢爆出嚟，咁所以咁佢民望，但本来佢好閪有机会做总统嘅，即系中间偏右嗰、那个，即系传统就系呢两个党做总统嘅啫嘛。跟住咧呢次选举咧，仲有一个极閪骑呢嘅人出嚟，就是、一个极左派嘅，呢个咧就系号称系得到所有以前嗰啲社会主义国家阵线嘅人嘅支持背书嘅，即系普京啊、咩查韦斯啊，同啲习近平有冇背书，就是、啲极左阵营嘅。嗰啲喺度都好勁㗎，即係如果你睇我頭先截圖俾你睇一個呢，佢今次排名第四嘅，因為其實前四名都好近㗎，一個23一個22一個20一個19好似係大概咁上下，即係你爭少少可以去到第二輪㗎啦。咁除咗呢幾個之外，就係、是、最尾跑出嗰兩個啦，就係、是、國民陣線，中文翻譯應該叫立旁啦，馬麗立旁，佢就係繼承咗佢老豆，即係佢老豆當年就係點解啲人叫極右呢，就好似佢曾經喺啲演講度講咧，佢話德國納税冇乜點做錯嘢啊，屌，我正常，我唔覺得佢做錯過，我係正嘅真係啦。跟住咧，依家另外最有機會嗰個咧，就係、是、本身咧係佢屬於嗰啲叫做模糊派嚟嘅，又或者你可以叫即係並冇好強嘅政治色彩。即係呢啲人咧，佢有佢好處，亦都有佢壞處。因為如果純粹睇個履歷咧，佢而家先39歲啫嘛。就如果就任嘅話，就成為拿破崙以來最後生嘅法國國家領導人啊嘛！法國領導人係啊，從來都未少。因為法國佢哦，即係佢喺度咪又係偷喺個老師嗰、那個係啊，布魯牛嗰個啊嘛，
系啊，佢沟个老师嘅时候，个老师都大过佢一年几啊？点解佢十六岁沟四十岁嘅老师啊？嘛，唔系十七岁嘅时候沟咗大概29岁嘅老师，即系嗰时老师已经36岁啦。咩36岁啊？屌你！我记得46岁。诶、啊，是但啦，总之40多岁啦，依家60几岁啦，个老师已经。跟住话个老师嘅女系佢同学嚟啊嘛，一做到佢女啊嘛，佢做咗人继父啊。系啊，即系用呢啲嘢咧，不如我同我老婆讲呢个古仔，佢就啊咁变态都有。正常中国人接受唔到啲嘢，唔系中国嘅话咧，你出性别咧调转过嚟咧，大家都觉得系 make sense， 就好似郭富城咁啊嘛，郭富城噶，郭富同我屌我由细都系听住啲歌打嘅，屌你，我细个嗰时好閪中意你噶，跟住嗰个阿杨振宁嘅雍凡，阿雍凡佢阿爷话，屌我自细就睇你嗰啲。睇你嗰啲书大啊！唔系，法国咧，因为你知法国大革命200多年啊嘛，即系好閪强调自己咩自由、平等、博爱嘅自由好重要啊嘛。咁、自由当然就包括咗中意老师嘅自由啦，追求老师嘅自由啦，系、嘛？咁佢好似系好贯彻落实咗佢呢个法国嘅精神。依家39岁啦吓，咁如果睇佢履历咧，就系、佢之前做过啲咩投资银行啦，所以呢样好多人屌识佢。即系作为一个做个投资银行嘅人，咁绝对唔系左派啦啩，系嘛？你应该点可以右嘅人啦？咁、但系咧，右到系咁啦，应该系啊，佢个可右啦。咁但系咧，佢亦都喺现任个政府奥朗德个政府咧，系担任过几个部长嘅。咁但系依家佢现任政府系社会党嚟，咪左派党嚟啊嘛。咁、你做以前做投资银行就系右派系嘛？依家做社会党嘅内阁咁，咪变咗左派，所以就好多人就觉得佢系模糊不清嘅。咁但佢自己就话我系，系啊，咁佢就话我系中间派，我系唔系左又唔系右啊，我好喺中间派嘅，而且咧我系正嘅，因为咧呢次选举咧就好多人，即系包括我头先话有共产党支持背景个喺度咧，同埋嗰个马里纳航咧都系主张脱欧啊嘛，即系退出欧盟啊，咁咧但系呢个中间派呢、39岁沟老师呢个咧，沟老师个咧系极度支持留喺欧盟嘅，所以佢连选举时候咧都唔系攞法国国旗，攞支欧盟旗出去揈嘅。系啊，所以点解佢得到咁多即系现任政客，即系包括埋咩奥巴马所有诶，就唔包括 Donald Trump 啊，包括咩默克尔啊嗰啲政老啲政客嘅支持咧？因为佢留喺欧盟嗰个主张，即系大家系唔希望英国脱欧之后又嚟一个法国脱欧系嘛？咁大家脱晒就呢个欧盟就已经唔存在啦。系啊，因为呢次脱欧系包括埋成个欧罗都会消失埋嘅，即系唔系只欧盟呢个世界其实接受唔到咁大冲击噶嘛。即普通正常咧，都當然馬麗娜旁就唔係咁諗啦。講埋先啦，呢個39歲嘅僆仔咧，就佢喺上年時候就自己出嚟創立咗啲黨嘅，佢當時都冇諗過會當選得到嘅。咁正路嚟講都係嗰兩大黨會當選噶嘛。咁就係咁啊，頭先講咗啦嚇，現任政黨就民望太低，好閪慘，真係現任嗰黨今次選舉得6% 選票咋，得6%，屌你老母，啲鵪鶉黨都唔知6% 啦嘛，屌，即係純粹出嚟陪跑嘅。咁而馬麗娜旁呢，我聽過佢演講，佢一個把聲線好閪粗好似男人嘅，咁呢而佢其實呢都一個，但佢係男人嚟㗎，屌馬麗嘅，屌個男人女人嚟㗎、哦、你未見過樣咩？冇啊，40-50歲個女人嚟㗎，你上我、微信睇下，我應該有發覺佢樣出嚟。咁佢呢係一個咩人呢？喺佢老豆叫 John， 因為你知嘅喺法國咧 ，Jean 咧係一個好出名嘅名嚟啊嘛，即係嗰啲咩雨果嗰個悲慘世界入邊咧，個男主角都叫 John 嘛。咁佢老豆叫 Jean Le Pen 咧，就係創立呢個國民陣線嘅人啦。咁後嚟咧，2002年嘅時候咧，就曾經有一次就闖入咗第二輪嘅，就好似馬麗娜旁依咁樣。咁但係咧，呢啲因為太極端啊嘛，去到第二輪咧，你就多數俾人拋閪走咗啊，即好似今次咁樣係嘛？所有其他候選人都支持嗰個中間布魯牛嗰個，都唔支持麥立旁，即刻就企出嚟話我支持佢，即我支持佢。但係咧，麥立旁咧亦都好清楚呢樣嘢會發生嘅，所以佢做咗啲咩咧？佢喺覺得佢有機會可以崛起嘅時候，因為其實呢個民粹主義唔係呢一兩年噶嘛，其實一直而家醖釀緊，大家睇得到啊嘛，特別佢政客嚟嘅。咁咧佢就2015年咧就決定咧就重新包裝過呢個國民陣線，就擺脱咗以前極右嗰種印象。係啊，咁咧佢第一件事係咩咧？踢佢老豆出黨，屌你老母，阻住發達，我係正啊！诶，嗰个老豆实在，我或者可能讲佢老豆太老饼，因为其实麦立旁咧，虽然大家都将佢 label 成为极右啊，但佢啲政策咧，如果你真系攞出嚟讲咧，都唔系认真右嘅啫，只不过就系话系咩限制移民啊，跟住又话诶，屌有冇要大家公投系咪脱欧，俾人民一个选择啊，跟住诶，仲有诶，依家中国好红嘅出嚟，因为以人民嘅名义啊，佢讲得最多，我哋以人民嘅名义攞翻政权翻，即系类似 Donald Trump 咁啊。
咁呢套咪就民粹咯。咁佢仲做啲咩咧？就喺琴日咧，佢就宣布咧，佢覺得雖然我唔知法國總統係咪呢個限制，或者如果當選嘅話要脱離你嘅政黨啊，我估可能有。嗯、總之佢琴日佢因為5月7號先第二輪投票嘛，咁要仲有成兩個禮拜，但佢琴日已經跳出嚟講話，我依家即係為咗大家。即是佢背后个台词就为大家摆脱我呢个极有嘅形象呢，我自己都脱党啦，唔系踢我度出党，我自己跳出个党度，我唔喺做啦。因为呢我唔系淨系简单国民阵线嘅领导人，我系成个法国嘅领导人嚟嘅。所以呢我就唔可以只代表国民阵线嘅利益，我代表整体法国利益，全体法国人民利益。所以呢佢自己。喂，咁佢如果选唔上嘅话咪就好閪蚀底。因为呢勒庞呢个名呢就全世界都响到㗎啦。即是好似 Donald Trump 呢个名字就响喺晒到㗎啦。只要掟勒庞呢个出嚟就知你咩事啦，已经系。咁呢喺继踢个老豆出党之后再踢自己出党。佢就希望可以拉返啲中间选民啦。因为其实可能有啲人系即系中间游离嗰啲人呢，即系可能佢觉得嗯屌你冇系应该要脱欧啊，系咪系应该限制移民啦、啊。咁但系問題咧，我咪頭先咪講，即係呢次選舉咧，有一個極左，一個極右，呢兩個都攞百分之廿幾選票啊嘛，咁所以咧係打得好閪犀利嘅，即係真係就係真係，即係大家做曬大會時候就嚼啦喺出邊。所以你睇嗰啲《环球时报》啊，啲中即系中共产党啲喉舌咧，就影开晒啲相出嚟，全部啲玻璃烂晒啊，啲电话亭啊，巴士站俾人打到烂晒咁啊，即係好強烈嘅衝突嘅。因為知法國係有呢個傳統，法國大革命就咁出嚟嗰啲。就打出嚟啦，啲以前有啲咩，即系去到后期，法国革命隔咗五十年之后又嚟又打嗰镬噶嘛，真系街头巷战嗰种打嚟啊！咁所以点解咁多人咧都企喺麦立房嘅对面咧，就觉得如果佢真系当选咧，法国就会变成一个完全分化咗社会，大家互相对立，大家都容忍唔到对方。咁即系其实边个当选结果都一样啦、啊。我唔一样。如果是个僆仔波鲁欧当选呢，即都是佢一系九成当选啊，我估。咁我就继续保持依家法国成为欧盟的一员，跟住咁多国家领导人支持佢系嘛，咁应该会可以俾啲着数俾法国嘅。咁又咁多政客支持，因为其实呢佢咁年轻，其实呢个唔系一个好事，有乜39岁就做总统喎，你嘛佢有几多经验啫，可能佢老婆经验多啲，佢真系唔好够嘛。咁但系呢有咁多人支持佢，可能会有笼络到好多人才嘅，我唔知呀，或者佢成为一个傀儡都唔一定嘅，咁多大佬喺后面嘛。但马丽立庞呢就绝对冇人成为傀儡㗎啦，佢只要踢你出党或者踢自己出党。好一正啊！马丽立庞嘅话，佢其实佢最 typical 嘅一个纲领系咩嘢？脱欧咯，即系其实佢讲啲好閪类似，因为法国呢个国家咧系一个自尊心好閪强嘅国家嚟，可能好多即系世上好多国家都系咁，即系一讲到自己国家就好閪自豪啊嘛。咁法国系一个特别强嘅一个国家，当然佢有啲基础啦，因为佢真系人类历史转折点喺佢哋国家发生啊嘛。咁咧。咪就讲嗰啲咯，我哋重拾法国嘅荣光系嘛，重新站起来啊！我哋要吓踢晒啲移民出去，咁多非法移民，华资嘅非法合法全部踢走晒去，屌你老母！佢真系咁讲啊！佢喺大会度，佢唔系净系 illegal 啊，佢 legal 都踢喺埋走，好明显就即系民族主义啦。当然以前希特拉嗰种嘅极右咧，就系唔系民族主义嚟嘅，系种族主义嚟啊嘛。啊，希特拉嗰啲嘢怼冧佢，唔系赶走佢哋。而且佢系讲种族，佢唔系讲民族噶嘛，即系佢觉得亚利安人系高尚啊嘛。比如我哋屬於咩蒙古利亞種啊嘛，嗰啲屌你肯定低下啦，係嘛？嗰啲咩斯拉夫種更加渣啦，屌你冇嚼起曬佢。不過當然咧，呢啲亦都唔會發生嘅。咁五月七號第二輪投票，根據依家嘅民調就係麥立房得30%啫。咁另外嗰個波魯歐有60%，應該就穩贏。即係除非呢個時候又唔知發生啲咩炸彈襲擊啊，成個核彈飛過嚟咁咯。咁令到大家咁就冇辦法啦，係啊，令到大家真係好緊張咯。喂，你有冇睇過頭先我發俾個表咧？我發現歐洲人的收入呢其实真的挺低下的，现在我屌你个低啊！法国平均是45,000欧罗，你知不知欧罗对美金是多少？1.0几是啊，所以他如果折算成美金都是45,000美金，45,000的折算人民币几钱？50,000美金折算，30几万，45,000美金，到手啊，是啊，是啊，到手啊，到手这个收入 OK 的啦，四万爽下啫，系啊，屌30几万到手、啊，你咩仲想？唔系40几万美金，边有30几万啊？梗系有啦，依家成九啊，依家七啦，你成七啦，75,35啦，47,28咪31,500，32万啊，分分钟。三廿二啊，你当30万打閪晒折噶啦，已经系啊，好閪爽啊，呢、這个收入，同剪土比就争啲咯。你嗰时咪同我讲话剪草一年咪有成七皮嘢 O K 嘅，7万嗰个系未计税嘅，交完税之后应该得翻6万蚊澳币咗，6万蚊澳币折算翻美金可能
都係差唔多。咪就係差唔多咯，即係剪草咪就平均收入咯。OK 啊。